今日上午，有网友微博爆料称，86版《西游记》总导演、制片人杨洁女士于4月15日逝世，享年88岁。随后，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也在微博发文悼念，称从迟重瑞先生处惊悉我国第一代电视女导演、尊敬的杨洁导演去世的噩耗，异常悲痛，这是中国电视剧的巨大损失。杨洁导演不仅是我的恩师，也是我的艺术和人生道路上的老师。没有央视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就没有今天的六小龄童，观众们也不可能看到我扮演的荧屏美猴王。我们永远怀念你，愿杨洁导演一路走好。土豆娱乐，逝者安息整理报道。